看不见我的时候，二月份某月某号某日某时某分，您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江门。我跟你讲，九十年都三十岁了，有没有说可能我也三十岁？我年纪比你还大，我今年38了。直播声音好听，谢谢宝宝。今天穿搭很满分，就一股御姐的感觉是吧？我挺直我的腰背，挺直我的腰背。什么时候给你时间爬山？我不是很想去爬山，而且我穿着这高跟鞋没法去爬山。哪天我在金湾机场等你。OK， 没有问题，我们今年在金湾机场相见。实在不行，去禄口机场你也会看见我的。贝贝家，来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任何关于车型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扣在公屏上。然后我们这里是自己品牌，自己的南京自己的官方直播间，自己是上汽以张家高科还有阿里巴巴三家联合打造的新能源高端汽车品牌。任何关于车型你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扣在公屏上。我们不烧油不烧水，轻轻松松带你跑几百公里。车型的话更加是非常丰富， SUV 中大型的大五座的有两款，然后呢我们还有轿车，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可以扣在公屏上。现在的话呢到2月5号我们的一个新春权益还在继续，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的一个新春权益的话，可以先短暂留在我们的一个直播间，我们带你详细了解一下。我怎样？你不跟怎样啊，你不要这样夸我了行吗？如果你这样夸我的话，我会有点骄傲的。好了，大家都说我今天好看，新进来直播间的可能都看不见，没有关系，稍后我给你们扭回来。主播什么时候回家？你送我，你哪天在这个直播间11点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开播，那我一定就已经在江门喝着早茶了，这个我可以保证。穿成这样回广东相亲。好的，那我接下来的这几天的一个穿搭你们帮我参考一下，哪一个穿搭会更适合我回去相亲，是小裙子呢还是长裤？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领跑的话下一场，领跑的话是在下一场的，现在的话先带大家了解我们的一个自己品牌，然后有关于自己品牌你想要了解的车型啊等等这些扣在公屏上就好了。这小风车呢可以直接领取到我们家的一个底价单，以及全国给你安排试驾。今天给到大家的一款带来的一款车型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爆品，我们的自己 L46 连续蝉联10周纯电型中大型 SUV 销售冠军的这款自己 L46， 稍后带大家好好了解了解。扣谁的嘴？有可能弄谁的嘴，也都有可能。是不是同一个老板的？在南京的话是同一个经销商，然后在江陵东山汽车园这边的话呢挨着的，您来江陵东山汽车园可以把两家都试驾一下，就都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这边都是4S店，售前售后问题您是小风车都可以找到我们咨询，顺便来找我们试驾 OK 的，没有问题。你到了，好了，左上方的一个福袋呢给大家安排了。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无论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都可以领取一下我们家的一个福袋，就在您的一个左上方，领取我们的心，领取我们的爱，然后留下您的小灯牌，缘分开始第一步。主播会试驾马上都去报名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感觉我应该去弄个驾校。这样子大家都来报科目3了。你是来看人的，可以啊，没有关系啊，你来到我们直播间，无论你是看我们的还是看车车的都是 OK， 没有问题，反正都是我们带你看车嘛，对不对？你把你想要了解的一个车型呢打在公屏上，我会带你去了解一下的。因为我们家的一个车型也蛮多，我们 SUV 有两款 L46 L7， 然后轿车呢有 L7， 像我们身后这款呢是我们的一个 L46，我们入门即是满配给到大家的，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辅助以及英伟达自驾芯片，还有业内独创的一个一键 AI 代驾，解决您日常用车时候遇见的一个困难，包括我们一键泊车啊、一键脱困啊、一键寻迹、一键贴边，这些功能通通用起来。来，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什么时候回家过年？都说了，你哪天在直播间看不见我，那我就是回家过年了。我往这边站吧，站不住一点，我这样站吧。
我咳嗽是不是挺影响大家看看车？我们回来的话，告诉你，听你去接机，有没有种可能你可以去送机呢？你可以送我到机场。来，我们左上方那个福袋记得领取一下。我们现在刚刚开播，家人们可以先帮我们点点赞哦。我们先唠一会儿嗑，唠一会儿嗑，然后我们再继续聊车。你的角度可以换一下吧，因为我现在我没有站在那，我现在都靠着车了。你换一下。谢谢宝宝了，真好看嘛。对，它这个白色的这个能不能保持啊？它老是一毁就变黄了。这不是名牌车 ，no， 这个是自己。我们自己是上汽跟阿里巴巴以及张家高科三家联合打造的新能源高端汽车品牌。任何关于车型你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扣在公屏上。想什么？想试驾？想试驾的话呢，就点击试小风车，可以直接领取到我们的一个底价单。如果您是想要了解我们的一个点击试小风车，全国安排试驾，想要直接了解我们的一个底价优惠权益，试小风车一样都可以。喜欢速度快的车，那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四驱性能版。四驱性能版的话呢，百公里加速是3.48秒，双电机接近800匹的一个马力，再加上我们全车的一个多处低风阻设计，以及这款跑车造型的 SUV， 我相信你不仅喜欢速度快，你更喜欢外观好看的，那这款 SUV 你就可以了解一下了。我们入门即时买配给到大家，全系标配激光雷达、英伟达自家芯片、业内独创的一个一键 AI 代驾、全画幅数字升降大连屏，给你做到全域数字视野的一个补盲，更加是坡坡缩粉引感座椅直接给您搬到车内，全系标配入门即时买配超长续航760的一个续航，还支持一个超级补能。超级补能的话，充电十几分钟重新满电出发，让您充电跟加油一样简单，没有续航焦虑。增程还是纯电？我们这款是纯电的，不烧油不烧水，轻轻松松带你跑几百公里的纯电。来，我们左上方福袋记得领取一下，欢迎大家。以前不这样的，以前是坐得好好的，以前是站得好好的，今天稍微有点没站好。好了，我现在站好了，现在站好了。空调好热啊，我要热死了哈、啊！我也不知道它会那么热啊，我开了30几度，我热死了，空调。这是没有灵魂的妹妹叫，因为我的灵魂已经飞到了我的家乡。有那么明显吗？有那么明显吗？今天的我有那么明显灵魂不在现在吗？不在这里吗？谢谢宝宝的小心心，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这里是南京自己的直播间，我是主播文文。谢谢大家的礼物，如果喜欢我们直播间，喜欢文文的话，送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了。小关小注点一点，左上方的福袋呢还在继续，现在直播间的家人们不要错过哦。我们这个福袋呢没有设置任何条件，只要你是进来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自己人，都是可以领取的，好吗？小姐姐哪里人？小姐姐是哪里人？没有关系，小姐姐是您在南京自己唯一的一个人脉，你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呢，您关于自己汽车想要了解车型问题呢，扣在公屏上。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优惠权益的话，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们现在自己 L46 的话呢，给到大家有一个现金补贴，12000元的现金补贴，以及终身自驾包的一个使用权，还有我们25600元的一个配置升级给到大家的。所以无论你想什么时候提车，我们呢库存表里面如果有你的配置，你今天定今天也可以提走。如果你想新春之后呢再看一下一个权益，你可以先把现在的锁定，因为现在这个权益到2月5号它就没有了，你可以先锁定一下我们的一个权益。我不靠着了，我还是离近一点吧，是不是都可以啊？找得快在哪都可以。拉倒吧你刚才开播之前不是这样说的。来，我们怎么领取我们的一个权益呢？怎么锁定我们的一个权益？下方转动的一个私小风车，点击，哎呀，点击留下11位幸运数字，立即预约就可以锁定我们的一个权益以及领取我们的底价单。全国范围内呢，我们都可以给你安排试驾。南京市区范围内的话呢，上门安排呢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还会给你准备我们的一个直播间的一个粉丝宝宝的专属试驾礼包。
谢谢宝宝小星星嘛。好好好，真想把主播带回家，把主播带回家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你把我们 L46 带回家呢会更有可能，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大库里面的话呢，我们的一个现车还是有的，数量有限而已。如果正好我们库存表里面有你心仪的想要的一个配置的话，今天定，今天就可以提走，卡着年末的一个范围赶紧把它提走。如果你现在还不想提车，但是觉得我们的权益不错，又想再观望一下的话，锁定权益就在狮子小风车就可以啦。来来，记得穿短裙，有没有可能我把空调开的我都热死了，空调的话我今天开了30几度，我现在都在冒汗。南京市区安排试驾，江陵不是市区可以试驾吗？可以啊，没有问题，我就在江陵区，我们这里是江陵东山店 4S 店，任何售前售后问题呢，你都可以点击小风车找我们咨询。江陵哪条村你告诉我，蛇村没问题，离我们更近，直接给你安排开到您村门口接你。当年你们我想想，当年那台自己 L46 就停在您的村门口等着你。来，左上方的福袋还有1分多钟就开奖了，家人们记得领取一下啦。来，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现在开始给大家进入我们讲车环节。现在呢，先从我们的一个外观开始讲起好吗？先从我们的一个外观开始讲起。我们这款自己 L46 的话呢，整体是一个跑车型的一个设计来的，全车呢共有多处的一个低风阻设计，给到大家能给大家带来0.237的风阻系数。有哪些低风阻的一个设计呢？低趴式的一个机舱盖，黄金溜背式的酷配造型，以及小翘鸭尾的设计，四个无边框车门以及隐藏式的门把手，还有空气动力学组件，就是我们前脸这一块的一个空气动力学组件，综合起来能给带来0.237的一个风阻系数的，并且车上的每一块玻璃我们都是一个双层隔音静音玻璃，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静谧性。风阻系数那么低，再加上我们单电机接近500匹的马力，双电机接近800匹的一个马力，是能给你带来3.48秒的一个百公里加速的。介绍一下奔驰E，这里没有奔驰E，这里有 S6，有 L7，有 L7，你要看哪一款？你扣在公屏上，我带你去看一下。这里没有奔驰，这里只有自己。自己的话呢，是新能源高端汽车品牌，我们是上汽跟阿里巴巴、张家、高科三家联合打造的新能源高端汽车品牌，不烧油不烧水，轻轻松松带你跑几百公里。现在自己 L46 更加是有超级补能，支持准900伏的高性能平台，能让你充电十几分钟重新满电出发，让你没有充电焦虑、续航焦虑，嘻嘻。不看车主要为了看我，谢谢，很感动，很感动，真的特别感动，谢谢宝宝的花花。今天换了穿搭风格，是呀，今天穿搭风格一换，然后家人们可能都不认识我了，我感觉今天这穿搭风格一换，我的熟悉的家人们一看，哎，这谁啊？不是文文，我们都是长裤加身的，是不是？什么价格？我们这一款的话呢，官方指导价格是22个起，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新春权益，21个左右你就可以带回家了。我们现在的话呢，12000元的一个现金补贴是直接给到您的，这个补贴的话一直到2月5号。然后呢，我们还有终身自驾包的一个使用权，还有我们25600元的一个配置升级，里面包含到了我们半幅式方向盘的直接升级以及其他的一些配置。具体的一个底价单呢，我们给您放在狮子小风车了，点击就可以直接领取到我们的底价单，并且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给您安排试驾。刚刚那个要问江陵的那个试驾的你，66长大了，哦，那你好像不太行，算了，我不能夸你。谁看车？那肯定要看车呀。我虽然穿了有一点点好看，这不过是为了吸引你们进来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小手段、小心机罢了。但主要我们是想，哎，带你了解我们更好看的一个车，是不是？带你们了解我们这款跑车型设计的一个自己 L46。刚才的一个外观呢，跟大家又讲了一遍，现在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智能。我们呢是一个全系标配激光雷达给到您的，就是入门即是满配给到大家英伟达自家芯片。
哦，对，我们左上方那个福袋又给大家安排了，记得领取一下我们左上方的一个福袋。完蛋，我的灵魂真的出窍了，我的灵魂已经飞往了我的远方的老家。内饰稍后再您看。有七吗？有 L 七有的。现在 L 七的话呢，我们也是在一个优惠权益里面的。L 七现在的一个优惠权益好像是去到9个左右。具体的一个底价的话，你可以是小风车来点击领取一下我们的一个底价单。然后关于七，你还有 L 七，你还有什么其他一些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扣在公屏上。L 七的话是一款车身长度超5米的一款轿跑。好凶啊，姐姐！姐姐很温柔的，真的，姐姐很温柔的。今天我们的一个光线有点暗，让你没有办法见识到姐姐的温柔，是姐姐的问题，姐姐改。不调也罢，没有关系。你想问我怎么才能领到主播这样的小姐姐？如果你说谈对象，那得谈缘分，对不对？女朋友啊，女神之间这种就看缘分。但是车，那你肯定就是谈价格了。刚才智能化我这个还没跟大家讲完，我继续。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智能的话，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以及英伟达自驾芯片，更有业内独创的一个一键 AI 代驾。你可能现在感觉不到，就是这个 AI 代驾的一个好用性、实用性，就包括到像你如果想想哦，去到一个停车场，它的一个车位满了，你要倒车出来，是不是挺麻烦的？那么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一键巡迹给你打开，还有一键泊车啊、一键贴边啊这些功能通通用起来，更加有一键脱困这些功能，可以直接到我们门店来试乘试驾，具体的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智能。还有全画幅数字升降大连屏呢，也是全系标配给到大家的，能给大家做到一个全域数字视野的一个补满，360度零盲区，更有多种场景模式可以切换。像我们的一个雨夜模式，雨夜模式的话呢，雨夜天的话呢，我们的一个视野啊、光线啊可能不太好的情况下，雨夜模式用起来，保证您的一个行车安全。为什么一直说我好凶，烦死了，人家温柔得很，你们不懂什么叫温柔的姐姐，温柔的女孩子，看我就很温柔。谢谢宝宝的花花，欢迎大家。这里有飞机场，但是是在路口，这里有飞机场，南京的飞机场在路口，你可以去路口飞机场，然后我开台自己 L16 去接你，去带你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车。然后呢，怎么预约试驾呢？是小风车在您的右下角点击留下11位幸运数字，可以直接预约我们的一个试驾。你是把空调全关了吗？你一个都没给我留吗？留了两个。哇，5个你留2个，你对我怪好的呢。不露脸粉丝是不会多的。你要真想看我长什么样，你来这里不是看车了吗？你是来看我的，没有问题。来，噔，夹子，有吗？谢谢宝宝的小心心，喜欢我们直播间上个灯牌就好了，好不好？左上方那个福袋记得领取一下。现在我们继续带大家了解我们的一个车型，车。哎，因为我们直播间还是蛮多想要了解我们自己 L16 的，我们自己 L16 已经连续蝉联10周的一款纯电型中大型 SUV 的一个销售冠军，可以具体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魅力。来，欢迎大家，我们对我们的一个舒适性豪华性，现在带大家了解一下吧。我们是波波缩粉云感座椅，给到大家全系标配波波缩粉云感座椅，然后是 Napa 真皮的前排座椅呢，全系标配加座椅加热、座椅通风等等。然后全车共有20个扬声器，4个天空声，7.14的一个全景声，能给你还原家庭影院级别的一个效果。再加上我们车上的每一块玻璃都是双层的一个静音隔音玻璃，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静谧性。来，欢迎大家，谢谢宝宝的灯牌，左上方福袋不要忘了哦。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无论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都是可以领取一下的。哎，牛仔裤好看，哎呀，各花入各眼，各有各的好看。就好像这款车，你如果觉得，哎，我们自己 L16 不够好看，还想要更大空间的一个 SUV， 我们还有自己 L7。自己 L7 的话，现在是全国限时限量2000台，给到大家7个的一个综合权益，24.98，你就可以把它带走。我们自己 L7 比 L16 的一个空间要更大，车身长度超5米的一款大5座 SUV， 不仅有零重力扶感座椅，还有我们的座椅按摩，副驾驶座椅还支持一个电动水平折叠，
自己 L7 的一个底盘呢，还比我们的一个 L16 的一个感觉会更好。它是威廉姆斯以及保时捷团队的一个调教。还有终身质保，终身质保的话呢，只要你是首任车主非营运使用，我们自己 L7 的一个终身质保直接给到你，可以一直用。口罩拿了 ，OK， 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吗？不难吧，摘个口罩而已，简简单单啦，洒洒水啦，是不是？来，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继续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自己 L46。我们这一款呢，官方指导价格是22个起跳。今天到我们直播间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新春权益。新春权益是一直到一个2月5号，现金补贴12000元，配置升级25600元，还有我们的一个新春礼包。新春礼包的话，里面不仅包含了脚垫，还有我们的一个拓展磁吸屋子，也给了大家，诚意满满。然后呢，如何领取我们的一个底价单，如何知道我们具体一个价格，是小鹏车右下角点击留下11位幸运数字，直接领取我们的一个底价单。